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来，我们有时间限制哦，火车袂等人哦。非常漂亮哈，马丘比丘哈，马丘比丘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山。这个是他们的城门哈。我们从城外走进了比丘马丘的城内。马丘比丘，你讲比丘马丘，你拢凊彩讲讲，后摆讲唔对，袂使哦，爱讲哦对哈。我们已经往城内走了，今嘛进城了。我们再找一块石头。这里有一块石头很有名，它就是与神明沟通的地方。我已经忘记我有没有拍到哈，但是其实马丘比丘这个地方越走越漂亮。可以帮我拍一张吗？我都拿着摄影机一直在拍，都没有人帮我拍。这个是指南，指南针。哎呦，这巧哈！这个怎么没记得呀？对，这叫做是东指南。南，上顶款南。下骹是北，倒边是东，正手边是西。惨了惨了，要下雨了，就不能拍了。摄影机就是这样，只要一下雨就没有办法拍，摄影机会坏掉。我刚刚讲到哪里忘记了，想起来了，我们一到的时候很兴奋，拿着国旗起来喊台湾之光，台湾，我们来自台湾。结果很多老外看我们很不顺眼，他们觉得我们很不礼貌，怎么在山上讲那么大声。一下出大太阳，一下子又下雨了。这个是这个比丘马丘的中心，也是这个群山的中央，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特别强。你看，这个是正中央，正中央哈。这个就是这个群山的中央啊，所以这个地所在磁场特别较强啊。加多加的山的上中心点呐、啊，嘿，群山的心脏啊，因什么人身体呐较歹，你得爱徛，才徛较久的哈，吸一挂自然的磁场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哈，你看古时候人的智慧哈，所以它叫做一个失落的古文明。讲一下哈，咱等下再去哈。十一月份开始在下雨，其实十二月、一月份都不太适合来哈，雨季。雨季来这边会有危险，因为它下雨下很大。啊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这里面最重要的石头，一个是看月亮，看。看时间吧，看时间，就是像日晷一样，有点类似像看算时间的，比如说你要看几点，你看太阳几度，你有看影，固定，
例如说我固定站在这里，我这样一看，哦，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三点钟了，万一困中岛啊。嘿，用水影来看时间，就像那个日晷一样。印加人都是那么矮啊，那你看这个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，那场景也教堂，还是也修道院，还是主教堂，还是庙。对啊。拄啊，迄个阿斗啊是介绍，这是一个 temple， 是一个庙。好。但是其实就是说，我觉得他。另外一个考古学家讲的还是比较对，修道院。修道院。你把底下架底下水都没人知嘛，嘿，所以他这个门特别的矮，是印加人特别的小。你一旦要进到这个修道院，你就要接近你的意思，对啊，就不能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这个是他的头，鬼月令。这个在这个嘴巴前面那两个，好不好？哈，那两个垂垂的。鬼哭。你说这个老鹰叫什么？贡斗。贡斗。贡斗。哦。哦。莫尼卡哈。他要飞上去了。Right。他们有两个翅膀在上面，在后面插的。哎。三种一定要知道，蛇的灵活，然后豹的速度，嗯，要叫狡猾，滑溜了，圆滑了，要像豹的那个敏捷快速，敏捷快速，然后要像老鹰那样子的心胸，看得远，飞得远，飞得高的心胸，哈，他告诉他们印加子人要有具备这三种特，这种特性在你，在你的。飞得远的心胸，这样子才会最完整的一个模式。我们来去，我们现在在人地狱，然后我们经过人间到天堂，啊。啊，恁在行摩乳像，摩乳像，嘿，这是摩乳像哈，一线天哈，哎呦，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，就是让你们知道要上天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喂，你们已经上天堂了，我还在地嘞，拜托你们拉我一把吧。你们好狠哦，自己上天堂留我在地狱里面，救我，快点来救我。嗨，我们也要升天啊。这个水源马上看到了，一直下来，一直到这边，水一直流下来，没有水管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六年前就有水利工程，六千年前啊，撞做一个古城一定要会懂得水利资源，还有水利工程。对，这个水，这个是神庙啊，对，这是神庙，神庙，所以它的石头就特别亮，磨得特别亮，哈，水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。没有，因为我在看到上面有一条水沟，它那个水不晓得是怎么引过来的。对，他们的种植面积可以养活这么多人。对啊，马丘比丘哈，最多的人是因为种植的地面可以养活大概最多500个人，现在进来一天2000个人，所以已经有很多地方都下线了。杨妹妹你好。这个可能故意放在那边让观光客看的，有山头呢，羊头，所以秘鲁的毛衣是非常有名的。9弯18拐哈，从山下绕圈圈，绕上来，再绕到上面，整个绕到山上。绕了30分钟，火车站，高岩火车。说实在啦，这个火车的工程输阿里山输太多了，它倒有一点像苏花公路，确实很像哈，好像在走清水断崖一样。而且它每一年坍方哦，几乎每一年坍方。